烧呼呼。哦，哥来了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还没有，怎么点？怎么点？哎，是有连接，哎，有人给我发邀请，我看。对不起哦，接受。我显得好黄呀！哦，欢迎大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大哥，欢迎大哥。咱俩大哥，咱俩又是同款，穿粉色。为什么我们都穿这么艳丽？哇，我们好粉啊！都是粉色。哎，我们都好有个性，好粉啊，都是粉色。漂亮，漂亮你全员粉色直播。这么巧，穿粉色衣服呢？漂亮你全员粉色直播。这么巧，穿粉色衣服呢？这是为什么都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？因为不是多巴胺直播吗？就是你的默契去哪里了呢？多巴胺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？啊，你 Q 一下进度呗。没进度，我不 Q 了。我其实我在想，我是个演员，我又不是个主持人，其实为什么我要 Q 进度啊？我的多巴胺来了。做自己，大哥，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尽情做自己。你现在对于我主持很不满意是不是？你觉得这个节奏很干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不是有任务吗？你别老说这些，搞得我都很害怕，我很怕我说错话。你不会说错话。偷偷看了头几集。什么时候看的？你看每一次我说我看了你，你是都有那种嫉妒的心，就是你凭什么你先看我没有看的感觉。我不说话了，我不说话了，我不说话了。然后上一次就是我发微信给若男说啊、哦，我看到那个宣传片还是头几集的试片，不是发了给你了吗？你不因为那个看的是40分钟的合集啊，不是前几集啊。哦，继续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若男呢？若男，你说一下，因为刚才，任豪说了天桥那场戏，我都立马想到你，因为就真的觉得自己在救火一样，感同身受。对，在里面，其实我跟若男也有，就是里面若男是很帅气的，很帅的，在里面那场戏，就是其实他是救了我，会紧张吗？我吗？嗯，我也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演的不好，我就会自己不敢看。你演的很好。对啊，相信自己。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？很好，很好。我这个人就是那种对，就是 PUA 自己，今天都 PUA 自己。谢谢你们鼓励。25000的时候怎么样？你就跳舞吗？就跳舞。能唱首歌？我唱歌随时，我现在就给大家唱。你眼中的光盯住了时光，就是。好了，唱的挺好，下次不要唱了。好，可以。28000。嗨，28000就28000嘛，真是。哎，那你要跳什么舞？我唱歌呗，唱一个小时，唱 K 呗。好不好？唱一个唱歌也可以的，肯定可以啊。唱一个小听歌唱歌也可以。咱们六个人里面都很会唱歌，只有我不会。那我们六个人一起来一个，就喜欢听你的，就喜欢听。最淳朴，哎，这样吧，28000的时候，你们五个人唱歌，我在旁边给你们伴舞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很好。28000，然后张楠一个人唱一个马拉松的 K 歌，可以。哥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那么哥怎么了？欣赏你就想看你表演，好好看，我肯定会看直播的呀。伟霆哥呢破了28000，你会做些什么呀？伟霆哥必须30000，伟霆哥至少到30000。我28000都可以了，其实。那你28000你要做什么？我28000你们想我干嘛呀？嗯，那就让观众朋友们说吧。28000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现在开始哦，想要你跳女皇。哦，又来。伟霆哥，我也是女皇。哎呀，谢谢你哦。那我们一起唱歌直播好不好？你嗨起来。什么是女皇啊？
女皇是我粉丝，粉丝，对，伟是伟霆哥的粉丝。女皇，伟霆哥，你的粉丝叫女皇。嗯，哇哦，要解说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不在这里解说。那就两破了两万八，有什么那个，就是到时候我们再看呗。我们人直播唱歌呗，好不好？对呀，你们唱，我给你们伴舞。不行，你必须唱。你们点歌吧。张玉兰肯定不怕的呀，跳舞。对。鼓掌！你们我们在戏里可没有跳舞，你们俩跳了舞的。对。我跳舞吗？你不是吗？你在现场。任豪在戏里跳舞的。那你教我吧，伟霆哥。我那天不是我那天是。梦里的吧。什么带我回家？不是这个，之前我不是在拍戏的时候我。啊。你一直在我面前。拍戏是伟霆哥，伟霆哥那个动作呀，这是。那不计划就是我有一首歌，刚好我跨年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做这个 back 的一个这个动作。嗯。然后他每天看到我都在做这个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都在关注你哥。我知道。那你们跳不跳啊？那到底跳不跳？他不会再跳了吗？他很想跳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有天赋。这个动作，伟霆哥，你能自己来一个吗？好了，那我们进入到。伟霆哥，就是你知道，你在我想象就是哇，就是那种超级巨星，你知道吗？像那种，但是哎，没想到在接触之后，我也是，也有特别可爱的一面，就是我记得我们两个徐恋，你知道。一知道我能跟伟霆哥演戏，我都震惊了。我就何德何能能跟伟霆哥演戏？说一下，来展开说一下，学习到了。就是、很激动人心，一听到这个戏是伟霆哥，我就马不停蹄就来了。我就觉得，一定要跟伟霆哥合作一次，因为伟霆哥，因为我首先我是女皇，然后我就是一看到是伟霆哥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。型男演消防员一定很好看，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要来。谢谢。对，而且是吧，特别特别自律，就是保持的这种。我看到你们那个花絮，哇塞，瘦了20斤，这个我觉得太震惊了。我20斤。对啊，你瘦了20斤啊。不是被你一直吐槽我要双下巴吗？哎，咱俩彼此里面一直说我的双下巴好吗？他有一次那个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伟霆你的下巴稍微收一下，然后伟霆哥就说都怪你长得这么矮，我一定要低头看你才会有双下巴。我觉得我低热度，我就把张若昀的黑照发出来。哥说啥？把你的黑图发出来。要这么伤害彼此吗，哥？我问你，任豪，你们有互相拍图的吗？我有，我有啊。静静，哥，你到时候需要的话，我发给你。哦，你也有若男的？那我们几个多久没见了？我跟伟霆哥上次宣传的时候见过，我们其他几个人就好久没见了。谁的话最多？就谁话痨？3、2、1，哦，都是我，因为我这里有乱码了，是我吗？哦，是你啊，是你啊。我这个人有一个问题的点是在于，我怕大家尴尬，所以我就想一直找话聊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过于就是没有有责任感了。是优点，绝对是优点。谢谢哥。那我要啥惩罚？没有惩罚，因为这是优点。被射牛的人是谁？我觉得是若男吧。我也觉得。那射。肯定是你啊，你一直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说你有那种社交恐惧症是吗？跟我说吗？还是跟谁？我是社杂，就是一开始很社恐，然后就是熟了以后就很社牛。那是你一直在带动气氛吗？是。我就是那个小丑的。没有。不是，你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大家都很爱你。好，再夸下去我尴尬了。好，别尴尬了，不好意思。大家都很社牛，我们都很爱我们都很爱彼此。都当然，大家爱彼此了。还爱。